안녕하세요依家咧，我哋就嚟到韓國第二大嘅城市釜山。咁喺呢一個咁有藝術氣質嘅地方啦，可以欣賞到好多非常之壯觀嘅景色啦，同埋建築物。咁咧，依家我就會帶大家去行下海邊嘅地方 Skywalk 啦。呢個 U 型嘅空中走廊同美國大峽谷嗰個咧差唔多，咁但係咧望嘅風景啦當然唔同啦。咁第一次嚟到釜山，可以欣賞到咧咁靚嘅大自然風景咧。真的很舒服啊！而且而家望到的風景就是東海和南海的位置，咁同埋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島啊！大家記住行的時候千祈不要望下面，因為下面已經是離海面40米高的地方，如果位高的話真的要俯身才好行啊！